这个供养十方之佛呢，啊，各位姐姐，这个时常呢，在经典上呢，我们都可以看到，哦，有写到啊，这个供养十方之佛。那我们要了解到说，以我们呐、啊、对文字的认识啊，认为说呢，这个供养十方之佛，就是说买花买哈、哦、水果，然后到呢这个寺庙里面啊，哦去拜拜，这样呢就是供养之佛。可是呢，它实际上哈、哦，我们要了解那个供养十方之佛，哦，已经呢，无量无边的十方之佛啊，哎，我们都需要供养。那呢，我们在生活之中啊，只要我们对所有众生，我们都哈、哦、尊敬，我们呢都平等心啊来看待，那个都在供养之佛。所有的众生啊都是佛，只要我们哈、哦。没有那个分别心，只要我们的心、啊、都是平等、哦、我们对所有众生、啊、不管他行为是好是坏，我们都尊重他的佛性，这个就叫供养之佛。所以、哦、这个供养之佛、啊、我们要在日常的生活中呢、哦、就去、啊、这个实现。那假如说我们对众生、啊、有埋怨，那个叫毁谤之佛。各位对众生有没有埋怨啊？有啊，那已经在毁谤之佛了哦。哦，这个是维摩诘哦，他所讲的哦。我们呢，假如说稍微有哦，看一下经典啊，有一部叫《维摩诘经》，那么这个观点啊，是从维摩诘讲出来。哎，所以我们对所有众生哦都尊重，所有众生呢，我们都。哎，就是平等心来看待，那个就已经呢是供养之佛。然后我们呢有埋怨、哦、有不满，那个就已经在毁谤。啊，所以这边呢说供养之佛啊，不如来供养一个无心道人。各位浅显，无心道人是谁？是谁啊？是谁？不错，就是自己啊，啊不太哈、哦，我们都不太敢承认啊，哦啊，因为也还没有了解到他实际的意思，哦，所以那个无心道人哈、哦，就是佛学一直在讲，我们凡尘哈、哦，我们的六根对六尘产生的六识，那个心哈、哦，那个啊，都是生灭变化，叫四心呐、啊，我们认识的心。然后无心、啊、就是把这些心全部去掉，那这些心全部去掉叫做妄尽，妄已经尽了，真就显、哦、所以那个无心道人、啊、就是我们的真心佛性，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这样认识了没、哎、就是我们、哦、那个、啊、佛性本来哦，发出来的真心，那个叫无心呐、啊。哎呀、啊，无心道人就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要供养哎，我们自己那个无心道人。因为我们在凡尘生活的时候啊，都没有把它启发，我们都是有心在生活了。啊，因为有心生活的心呐、啊，都是生灭变化哦，所以那个呢，哎，我们不供养这个有心变化的人。要供养无心道人、啊、所以当这个观念啊，哈啊，这个是怀让哦，这个怀让禅师啊，然后传到哦马道一，马道一又传给哦那个啊怀海，哦，然后又传给虚蕴，那虚蕴禅师一讲这个话，说供养十方之佛啊，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他传到那个贤师啊，贤师禅师啊，就是六祖坛经里面有一个哦，六祖很欣赏的贤师，就是青莲山哦那个贤师禅师啊。那么他的哈、哦、那个徒弟呀、啊，哦已经到达那个叫啊延安，延安原来的一颗两颗的颗哦。安平安全的安，延安禅师，然后延安禅师在主持的时候啊，
他的那个里面修持的一个徒弟就问他说，为什么百千之佛有何过，那无心道人呢、有何等、为什么、要这个、供养这个十方之佛百千之佛，还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然后这个延安禅师呢，他就讲、那个一句啊，非常好的这个句，他说一片白云啊，横谷口，几多归鸟啊，尽迷巢。一片白云，天上的白云啊，横直的横的，横在那个山谷的嘴巴谷口。它几多，就是非常多的归鸟。这个傍晚啊，鸟要回来休息呀、因为有白云把那个山口遮住了，所以几多归鸟尽，那个尽心那个尽啊，迷巢迷昧他的家里的那个鸟巢啊，知道意思吗？一片白云啊，很谷口，几多归鸟尽迷巢。所以这一句讲出来以后啊，那或许就很就是很深入其中很感叹。说我们很多众生呢，都是想回到无极里天。那我们有一些啊浅显引导，引导的方向不是很正确，就变成一片白云，把所有要回到鸟巢要回到家的这一些阎佛子啊，都使他不知道怎么回家，这样知道意思吗？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要度化众生，然后要成全众生，可是我们都变成一片白云了。各位浅显有没有体会说我们变成一片白云，把所有要回家的阎佛子啊都挡在家外，有没有？我们引导的所有众生都可以回到里天吗？可不可以？我们不要说引导所有众生啦，我们自己呀、可不可以回到里天？可不可以？有信心了吗？所以我们自己有信心，然后我们引导众生啦、度化众生成全众生，才有办法把他们带到无极里天，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变成一片白云啦，把那个山谷谷口已经都朦胧给遮起来了，所以几多归鸟啊尽迷巢，拢唔知要安那等你。然后我们又认为啊功大德大，造了罪都还不知道，所以一定要明心见性。我们之所以能够成就啊，就是对心性啊很透彻。透彻了解之道，我们才可以回到我们的故家乡。那我们可以回去啊，当然我们所度的这一些这个亲朋好友，他也才可以回去啊，不然我们都变成一片白云。所以或许一看到那个这个延安禅师一讲这个话，红啊哟嘞，那种隐瞒啊。家己都唔知要行去倒啊！认真拢去咧抓人，要行转人，像不像这个剧？很像我们变成一片白云，去横在谷口了。要回家诶，主要道路我们已经把它堵住了。所以那个龟鸟一回来以后啊，滴滴飞，滴滴飞，拢唔知要飞倒，已经没有回家的那个清晰的方向，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就一定要启发我们不生不灭的佛心，这个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让那个不生不灭的佛心都呈现。
我们那个佛性一呈现以后，哎，或者都讲，只要你肯做，哦，一段长时间以后啊，你就是不用做耳根连通，都可以把佛性延伸到整个虚空，整个虚空啊，哎，就变哦，哎，充塞我们那个佛性本体了，哎，这个虚空哦，不是完空，是真空，然后佛性确实存在，哎，就是有没有形象，妙有。真空妙有，哎，已经就在我们生活之中，所以一定要努力啊，朝这个方向，哦，啊，心明了以后啊，我们不会做错，因果就不迷昧。然后呢，见性了以后啊，成佛无疑，一定成佛，哎，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哦，那个佛性啊，那个性就在我们万年都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啊，哎，呈现，就是那个在做佛了，哦，佛就是那个。哎啊，不很困难的，各位先贤容不容易啊？啊，不容易啊！哎，为什么不容易？万年放不下，哦，挂碍的事太多了，完成的事呢都是挂碍，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哦，凡尘啊，哎，都是污染我们的佛性，哦，被那个凡尘污染，都不清净了。啊，所以我们一定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哦，一直要晃晃晃，我们就当成啊，已经自己一口气不来了，一口气不来，什么不想晃的、不甘愿晃的都要晃了，哎，啊，我们就把自己当成已经那个样子，总有一天会那个样子嘛，对不对？啊，要不要晃啊？哎，那个时候是强迫要晃，那我们现在就先晃啊。哦，先忘了，我们就可以先哦，这个达到我们想要的目哦，那个目的地啊，哎，就是回到无极里边的哦，那个万年都放下了以后啊，佛性才会呈现。所以我们不忘啊，那个忘啊都在啊，忘不尽啊，真就不显哦啊，所以忘尽真才显啊，真一显现了以后啊，哎，我们就是这个真哦，这个真啊，在呈现做佛的。这个真啊，整个都充塞宇宙虚空，所以尽虚空遍法界，都是我们真心佛性。哦，要研究了。不过我们这边程度很好，才九个月哈，哦，都进入状况了。进入了没？嗯，要敢承担哦，哦，我们要承担自己呀，啊，哦，不生不灭的佛性，本来就是佛，哦，本来就已经就是了。哎，所以哦，啊，在生活之中啊，哎，就尽量的哦，万年都放下，完成事哈，哦，我们只要呢，哦，有的吃，有的穿，可以遮风避雨就好了。再剩下的哦，不用用心去追了，一口气不来，什么都带不走，什么都是别人的，所以留给主身哈，哦，不要留给他财产，留给他德性就好。哦，有德呢，所有的哈，哦，人都会尊敬啊。你有钱不一定人家尊敬，而且有钱哦，主身又会哦争啊，争财产，哦，争得很难看，都打官司啊，哎，那个很难看，哦，所以我们不要留给主身财产，把所有财产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哎，哎，就好好运用，哦，度化众生，哦，用来布施，各位会不会布施啊？哎，这个布施就是舍。哦，舍就是万年放下，哎，我们能够舍，哎，我们真心才会呈现，真心一呈现的生活都是真，哦，一真就一切真了，全部都是真。那我们不肯放下呢，我们就是啊守着妄，哦，那个妄一守住了，整个生活啊也都是妄，都是假的啦，哦，没有一项是真，所以我们就是真心重要。哦，所以那个供养无心道人，这样会供养的吗？会不会？哎，就是所有根尘相对的心呐，啊，全部去掉，那个都是哈，哦，妄，都是生灭的。哦，那我们全部把这一些妄都放掉了，真呐，啊，就成仙。那个真呢，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啊，生花。哦，是从佛性出来。哦，我们都不要它，它也在了。可是妄心就是无体，哦，随着环境变化就变化，哎，那我们不要去追那个生灭的变化，哦，我们追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哎，所以哦，各位就把它记得，一片白云呐，啊，哦，横谷口，
然后呢几多归鸟啊尽迷草，都迷昧了，不知道家在哪里啊。我们不要当白云啊，我们要当什么？我们当清明空啊。清明空会不会？清明啊，就是很清晰很明朗哦啊，整个空间都很清晰明朗，是不是知道归家的道路啊？哎，啊会不会？会不会？还是愿意当白云啊？哦，所以供养十方之佛呢，哦，不如啊供养一个哦无心的道人，哎，就是哦我们自己啊要启发自己，全部都进入真心呐、啊，哦，没有那个凡尘用的那个私心。无心则哦无一切心也，哦那个无心呢、啊，就是我们凡尘生活在用的心呐、啊，那个心全部啊都是没有。那、啊、因为我们生活的环境哦啊这个地稠哦地呀、啊、很小，人啊很多哦，地小人稠，那这样呢我们就心呐、啊、也都变得很狭隘了。假如说我们都是哦啊在很这个。地很广，人很少，所以哦，只要我们到那个中部啊，那个合欢山，合欢山各位有去过吗？哦，或许曾经哦，在合欢山走一天呐、啊，哦，走一天的道路，那个时候哦，是有心想去那边闭关的、啊，想说哦，我一个人来修，哎，所以到合欢山去找找那个环境。结果走一天的时间哦，竟然没有遇到一个人。各位浅显，我们在社会上哦，这样人这个 AA 顶顶弄这些人哦，假如说有一天啊，一个人都看不到的话，会怎么样？那个时候啊，已经到哦傍晚的时候，那后姐就在想，说这个时候假如说有一个哦。平常认为的大仇人出现，我一定会很高兴的哭了。为什么？看到人了。所以我们哦，这个人多的时候会讨厌哦，没有人的时候啊，会想，会想念。虽然不认识哦，可是看到就好，看到就很安慰了。所以哦，没有真正的去实际体验哦，不知道，不知道那一种哦意境。哎，讲下讲，哦，啊，真是啊，一天拢无哦，拄啊一个人。然后哦，那个地方很有意思哦，那个路边呐、啊、有那个杂货店，路边哦有在卖物件。啊，那个杂货店哦，它那个建筑啊，就是安尼用的。用迄落安尼，迄稻草捏捏的吼，安尼砍的，啊，所以吼、哦，等于是说，没有房子啦，迄都敢那安尼砍的安尼捏吼，然后他卖的东西都在里面，你要拿就可以拿到了，他没有人在看顾，哎，就是那个样子啦，很开放吼、哦。可是因为我们哦，就是也不会想那个心说去哪，不会了，一样哦，还是哦看了知道有这个事就好了，然后就走过了，哦，走过去，然后呢，我们就是了解到说，哦，我们在凡尘啊，哦，角度啊要多方面，多角度要多，更哦宽广，哦，我们视野啊也会更宽广，啊，所以在那一种这个现象之下哦。就容不得我们给他等价啊多了，就是会很宽广，哦，心呐、啊、会很宽广，自然而然被环境影响，哦，所以在那一种这个环境之下，我们的心态就变化，跟在都会区呀、啊、不一样，在都会区呢，我们坐车啊、哦，人家这些蛋啊，这一下子来哈、哦，一定要坐不上车了，我们就心里面会埋怨说。哎，上好拢卖有人咧等，干那我就好。哎，然后车子来吼，车顶卖客满，我会当去，安尼上好。
对不对？结果来的时候哇客满，这个所有等的人都在等，又上不去，然后20分钟一班，又在等20分钟，20分钟来又一样，要40分钟了，再来哇要1个小时了，心会怎么样？会急呀，对不对？心会急，然后会不会有埋怨？会不会？那个不会埋怨才奇怪。所以我们就会说，人的嘴，所以就会讨厌人多了。所以或者就用那一种一天都遇不到一个人的那一种经验来这个跟这个对比。人这么多你讨厌，那个都没有人呢，你会更讨厌。为什么？还是要那都没人。为什么会那个样子？所以整个我们那个视野见解都不同了，不一样。所以就会有一种成人成人之美，成人之心，就是看人家呢都能够达到他的愿望就很高兴。各位有没有那一种经验，看到人家达成愿望很高兴，有没有？虽然跟我们自己没关系呀，可是自然就很高兴。好像我们在凡尘呢，这个遇到人家做善事我们也是无缘无故的很高兴，对不对？看到人家做坏事会很生气呀，也是无缘无故会很生气。跟自己虽然没有关系可是自然而然就会呈现，呈现那一种自然的那个前态出来。所以我们就说要知道说我们在凡尘对这个人性对真理假如说我们都不研究不探讨，然后呢我们会随顺这个凡尘，会随波逐流会跟着时代的潮流，然后我们去走。那跟着时代的潮流去走，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一定又会迷失最后都一定走路自私自利，对自己有利的去追求，对自己没有利的也就不愿意去参与。那假如说我们对真理有认识说显现在凡尘是我们以往所造的业所呈现的果报是好的话是福报，是坏的话呢那就表示以往做得不好所以有坎坷的那个遭遇，那我们都要去面对要了解那个都是凡尘的尘世，凡尘世不重要的。所以以往我们儒家呢就一直要我们坚定自己的意念，所以那一种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然后呢这个泰山崩于前刀具家以后不动声色，那个就是从佛性发挥出来的大定，不受外境影响，外境的富有，外境的贫穷外境的那个恐吓外境的所有一切的危难我们都不动心，是不是不容易？容不容易？所以呢对真理认识了透彻了就有办法达到不被外境影响，你自己心里面如如不动可以有很大的定力从佛性本体呢发挥产生。那我们就是要这样才真正的不枉费我们到凡尘来一趟不然一生一转眼就过去了很快就老了，就没有力道了，那我们想再修都来不及。所以现在在还可以主宰的时候就要努力万年放下一念不生，是不是自己可以努力的？那我们在可以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我们去看八点档，我们去坐着一直跟电视机对面对面，去跟那个电脑面对面去上网，是不是在浪费我们生命自己不做功夫一口气不来的时候可不可以等我们不能呢所以要做，你做一天有一天的功夫啦，做一个小时有一小时的功夫就是要做
哦，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只要你肯做，你会发现啊，原来念头是自己可以掌控的。可以掌控念头了没？可以了哦，真的、哦、那么理想啊！虽然说哈、哦，我们妄念是自己呀、啊，哦，用力去生活，可是我们就是因为习惯性太强，哦，要他全部念头都不要出来，哦，不要起心动念，哎，偏偏就是要，哦，他要冒出来，哦，那个很强的哈、哦，那一种自然而然。是我们生活习惯哦，六道轮回太久了，我们都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要把它改变，改变呢哦，不要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叫无明，无明呢我们要了解就造业，造业就要受苦，所以要哦我们呐、啊，哎，我们这边花明或许都讲，我们不是要哦不要和上也不要和下，要和中嘛。哎，就是我们这边发明的哦，要把它贯彻哦，和中就是中道，中道呢时时刻刻啊都在觉，没有不觉啦。所以或许说哦，我们大概是24秒可以啦，哦，一天呢24个小时里面啊，24秒可以觉，然后剩下都不觉。那我们现在要努力呀、啊，哦，24分，然后真正的2个小时又40分。然后再接下来，哎，已经可以半天12小时了。再接下来，哎，可以哦，我连睡觉也都可以守中，连睡觉啊，哎，都是在觉之中哎，哎，那24小时就呈现了，哦，就真的是合中了。要努力哦，可以可以喝多久了？24秒啊。还真的24秒，还有的都24秒都没有嘞，哦，连那个24秒都呈现不来，哎，24秒都在不知不觉之中，都在无明之中，所以我们众生都是这样啊，迷昧，哦，不了解说，哎，要自己的哦那个佛性出来当家，他一定要启发、啊，不然怎么当家？哦，诸人咱都拢也唔办。各位认识自己的主人了没有？认识了哈、哦，对啦，这么久了，9个月一定要认识的啦。哦，爱办伊啊，啊一般按咯，办啊，啊有可以咧做主啊呗？有没有当家的？有啊，这个哈、哦，这个很亏心的说，有。不敢很理直气壮，有哦，不一样的，还是感官哦，六根在当家，哎啊，我们要知道六根当家哦，造业就是要受苦啦，哎啊，我们受苦的时候就不要埋怨哦，我们受苦一般都会怨天尤人呐、啊，啊那我咧辛苦，那不是别人，苦拢我别人，啊那别想不会拢我挂，有没有？哎，不错的哦，哎，这个不回应是最好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哦，日常生活就是要实际的来修来做，哦，多做你这个万念放下的，然后一念不生，哦，当我们万念放下一念不生了、啊，本来面目啊就会呈现，本来面目呈现的时候啊，哎，那个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你要认识。啊、你要把它培养，让它茁壮长大。久了以后呢，哦，那个般若妙智慧、啊、就会生发，就有哦、啊。有了以后啊，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哦，那个佛性的功能作用、啊、就会呈现。啊，所以哦，在讲说哦，这个五通六通啊，哦，这个上个礼拜不是有这样问吗？有浅显说哦，那个求道以后啊，五通都消失了。那或者说五通消失才是好事啊，哦，追求神通是生灭的，那我们以后证悟佛性本体以后，那个呈现的神通啊是功能作用，啊那个大用无限，哦那个神通不只有五眼六通、啊、那个通得不得了，我们可以把空间的所有宏图啊，让它哦要集合成什么形象，我们可以自由自在，
那个通啊有没有超过六通？哎，那个叫游戏神通哦，这个才是我们要追求的。那你五通没有放掉，也就是把哦三河大地外相都当成外物了，外面的东西哦，身体啊是我的身心，外面都是外面，跟我身心没有关系，那个叫外道，已经在道之外哦，叫心外起法，那个都外道。所以外道没有六通了，没有肉尽通，肉就是烦恼，所以他的烦恼都在。那我们要进入到没有哦，这个所有凡尘啊，没有分别，都是一体，全部呢都是真心佛性哦。那个时候啊，肉尽就通，肉尽通就成佛，成佛以后啊，我们就可以把哦这个凡尘的所有宏图哦，可以集合成你喜欢什么样的形象，它就是就呈现什么样的形象。Hey,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一定也要追求、哦、最上圣的，而且一定要有心、啊哦、有心追求，天下无难事嘛，只怕有心人、哦、只要我们有心去做、hey, 就可以、哦、达到这一个程度这个状态、hey, 所以刚好我们就讲、哦、说这个无心、啊、就是没有生灭的心，无心、啊、就是把那个生灭的心全部去掉，生灭的心都是妄，不真，不生不灭才是真、啊哎啊、所以那个妄一尽、啊、真就会显，当真显的时候、啊哎、我们、哦、已经认真了。所以我们从小时候、啊、就被告知、啊、你要认真哦，要认真哦，我们有没有认真啊、哎、我们都认假了哦，都不认真啊，真都不认识，不认真，都认假，哎啊，所以从小哦，这个一直啊，哦，长辈啊，师长都一直告诉我们要认真，要认真，哎，那个已经在告诉我们哦，真的要认识自己呀、啊，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要认真，真呢才会长存，哦，假的很快就不见了，所以哦，我们那个把那个生灭的心啊去掉。哦、就无心了、哦、没有那个生灭的心，无一切心就是没有、哦、凡尘用的这一些生灭的如如之体、啊哦、内外、啊、如木石、哦、那个如如不动，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啊、它是如如不动，真如、啊哦、如如不动、哎、所以、哦、我们有看那个、如是我闻、啊、那个如如就是真如，真如呢佛性本体哦啊，如如不动。我们的佛性本体啊，它本来就是充塞整个宇宙虚空，如如不动。佛学都用你那个照相机的原理来说，说我们有哦玩过照相机的人啊，他一定知道，在按下快门的一刹那，绝对不可以晃动。哦，镜头一晃动啊，洗出来的相片一定模糊不清。哦啊，全部不动，七枪哦，很清晰呀、啊，整个呈现。啊，所以我们佛性在身上，假如说是他动的话，那我们看到的景象啊，都模糊不清。可是我们看到景象都这么清晰呀、啊，哎，我们头动得很快，一样很清晰呀、啊，哎，所以动的是身体，哦，不动的是佛性本体，这样了解吗？哎，所以那个如如不动，哎，就是我们佛性本体。如如不动，因为哈、哦、充塞整个宇宙虚空。我们呢讲那个哦，耳根圆通最后面啊，那个文殊菩萨说我们这个世界啊，哦是如海一欧花，就是一空立世界。它、啊、空从哪里来？从我们的佛性本体来。哦，因为有空了，才有世界；有世界才有众生；有众生才有业果。所以世界众生业果，我们就三个一直连续啊，没有断绝。它、啊、这个都虚幻不实在，世界不实在，哦，众生不实在，业果不实在，都是假的。真的就是、啊、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如如不动的佛性本体。哎，所以这边呢就讲哦，如如之体呀、啊，哦，内外啊如木石，佛性本体呀、啊，哦，那个内外。没有内外，没有内也没有外，因为太宽广了，哦，啊、没有内，小到、哦、已经没有内，大到没有外，
全部呢都好像哦，我们凡尘的木石一样，如如不动。哦，那个我们佛性本体啊，就是如如不动。哦，不动不转，内外啊如虚空。我们那个哈、哦、如如佛性本体啊，哦，如虚空，内外如虚空。哦，不晒不碍。哦，不会阻塞，也不会呢。哦，这个妨碍，无能无所。哦，没有能所。所以这个没有能所哦，哎，这个就是没有事相了。有能所就是有事相。哦，各位都还有印象吗？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啊，那个能所哦都呈现了。哦，比方说我能看，一定有我所看，有没有能所？哎啊，那个能看的就是我相，所看就是人相。那所看差别重生呢，就是众生相。然后我们连续不断的看，叫受者相，哎，就四相啊，就呈现。然后没有能所，哦，就没有四相。那我们要进入没有四相，就是啊，不要有三心。三心知道吗？什么心？哦，对，就是哦，过去心、现在心跟未来心。然后呢，过去啊，我们对过去的事情，哦，过去所发生的，我们遭遇的，我们都去哦想念，都去回忆啊。所以年岁越大哦，那个过去心就越浓厚。那我们要了解说，我们有过去心呐、啊，被过去呀、啊，哦，过去事啊，摄受，去我的 keep 呀，被他摄受。然后我们有未来心，就是策划未来，被未来啊又摄受，哦，有现在心，哦，又被现在事啊摄受，那三事啊都把我们摄受，就表示啊我们六道轮回。那我们哦过去就让它过去呀、啊，哦就不要再去回忆了、啊，不管怎么回忆它都不会回来。然后策划未来哦，我们呐、啊、那个身体要用哦，佛性不用，所以也不用策划未来哦。身体呀、啊、要策划未来，佛性不用，佛性是在当下的哦，所以不用去策划未来。然后我们现在哦不住，我们说现在啊它又过去了，现在啊又过去了，现在、啊、又过去了，你断不掉了，无现在，这样知道吗？不回想过去，不策划未来，哦，没有现在，三心啊都没有，三心没有啊，所呈现的跟佛就一样，因为没有三心，没有四相，没有三心四相，所有都是啊，哦，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众生跟佛都一样，没有差别。那所以哎，之前或者就讲，哦，十世古今啊，不离当念，都还记得吗？哦，我们三世啊各有三世，过去世哦有哦一样有三世，现在世啊也有三世，未来世也有三世，合起来就九世了。那加我们现前一念啊一世就十世，那十世啊古今就是哦亿万年前亿万年后啊，不离开我们当下的这一个念头。所以我们当下这一个念头啊就具备啊哦亿万年。亿万年啊就在我们当下这一个念头。这样了解吗？我们亿万年前啊哦就是现在这一个念头。亿万年以后、啊、一样现在这一个念头。所以我们了了分明这个当下，哎，就是我们要追求的。这样会不会啊很容易哦，容不容易？哦，不相应。因为我们都生活在哈、哦、这个世界潮流之中，它会跟着外面的哈、哦、流行而流行啊，啊，所以这个哈、哦、这个真理呀、啊，哎，很生涩哈、哦，就装不进去、啊。哎，那我们要了解到那个凡尘的哦，那个世界流行，那个是没有一个哦固定，它是变化无常，一直在变化的哦啊，所以哦，我们现在有新的事物啊，那往后还有，
哦，那现在的新事物就变旧了，它都会这样子，哦，一直推移，这个是始于现象界。那现象界呢，我们要了解，哦，千差万别，现象界千差万别，真理只有一个。那我们呢，哦，守住真理啊，哎，我们守住啊不变的真理，哦，就可以应，哦，万变的现象界。哦，真理不会变，会变就不是真理，哎啊，所以我们要对真理透彻认识，认识了以后，我们守住了，哦，在我们身上最亲切的真理呀，啊，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就是真理，所以我们要把它守住，哦，要把它修正，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一生呢，我们把它呢列为首要的目标，要去达成。那我们达成这个目标啊，哎，就可以哈，哦，一劳永逸的。现在哈，哦，比较哈，哦，这个劳苦一点，然后往后啊，哎，逍遥自在。虽然说劳苦哦，那个也都是哈，哦，哎，这个外面的人说的啦，自己修持的本身呐，啊，不会觉得。所以哦，那个哦，苦跟乐哦，都是主观的认定，没有客观的标准。哦，客观人家说苦呢，可是我们直观呢，只要你是心甘情愿，都很快乐，对不对？我们愿意做的事啊，再怎么困苦，都是很快乐的。可是别人看起来哦，很苦哎，哎，那个是别人看的角度不同。哦，那我们要培养自己呀，啊，哦，就是要投入哦，在自己呀，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上面哦，用心。然后呢，从那个哦本体发挥出来，那从本体发挥出来，没有两边，哦，没有我们凡尘所谓的苦乐，哎，就真正的已经到达哦那个佛成就以后的常乐我净，哦，有四个德啊，整个都呈现，哎，所以我们了解说在凡尘哦，就是努力呀，啊，要把那个四相三心四相去掉。所以就没有能，就没有守，没有能守。我们做什么事情呢，都是心甘情愿的。各位有没有培养说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啊，都是心甘情愿？是有啦，很少哎。哦，拢唔甘愿来较济啊。哦。各位会不会感觉啊，我们生活很无奈，大家都要吃三顿啊，晚来都要去睡，哦，就不能不这样，哦，对不对？所以，哦，有一些啦，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哦，我们都可以超越的，哦，超越啊这个凡尘的所有哦这一些现象。那我们呢，只要进入哦我们真心的这个追求哦，它呢所有的这个现象都不会牵累到我们的心，心呢都可以真的在如如不动的状态之下，那个才是我们要追求哦，我们可以把它呈现。那因为呢，我们哦六道轮回太久，习性都太强，哦啊，我们要努力的啦，把这一些习性哦能够转，哦转化，哦都让它呢能够进入啊佛性本体，哎，这样呢修道就是啊哎成就了。我们最怕自己呀，啊，被那个外面哦左右影响，自己都没有主张啊，啊这样的话一生一过下来哦，到最后了。各位浅显，我们一口气不来要去哪里啊？无路通行啊！努力的哈，哦，把那个三心四相哦去掉，就无能无守哦，没有能守呢，就进入一个绝对体哦，无方守就是没有地方守在哦，因为啊没有地方守在，所以啊非常宽广。哎，有地方所在呢，那个角度啊就很哦狭隘了。那么无相貌哦，无得失啊哦，去者呢不敢哦入此法。哎，那个去啊就是往修持者，我们修道的人呢
不敢进入啊这么殊胜的方法哦，恐落空啊，哦非常害怕进入哦那个完空，哎，所以我们了解哦，我们修持到这个最高法门的时候啊，哎那个百尺竿头啊要更进一步了。那个南极老先生不是说吗？这个我们呢这个。坐在那个百尺竿头啊，已经修到最高的程度了，可是都不敢更进一步，因为更进一步吼，拢无开无起吧。百尺竿头要够一个竿头，通好起，通好依赖。啊，再更进一步吼，哇，啊都拢无啊，对不对？南极老先生告诉我们说，你更进一步的时候啊，那个前。我们那个法身的前身呈现了就是全部都没有依赖那个是最难的那一个地方所在所以呢这边告诉我们说呢这个修持啊那个曲折不敢呢进入啊这么殊胜的这个法门恐落空啊无期薄次啊没有呢这个安身命的地方，不知道说整个虚空都是我们法身，整个虚空呢都是我们安身的地方所在，故啊望也而退啊，所以才会望着呢已经到最殊胜目的地都快到了，然后退转了，就很可惜呀，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我们要呢这个认知啊就是要透彻透彻以后啊我们行为呢就会贯彻贯彻以后啊成效就呈现就能够呢让我们成就那么底下讲的这个闻思啊当离普贤呢当贤这个闻思就是妙智慧第一啊他智慧很高那么闻思呢就在我们身上之前我们不是讲吗满眼本灰色闻思常触目满耳本灰身观音赛耳根还记得吗就是呢告诉我们说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所有万象我们都是闻思菩萨本身看到的我们都有智慧去辨别不会被形象迷惑那我们只要说被形象迷惑产生了我们那个不正确不合理的行为那就是那个闻思没有当家那闻思当家的时候我们都有智慧去判断什么像我们知道该怎么处理不要住在形象那个就是已经闻书在当家所以闻书常触目我们眼睛所看的闻思都有来这个出来当家所以闻思当离然后普贤呢当贤这个普贤他就是实际的知道道理的要去做要实践不能说光知然后不行知道不行那个道不是我的所以我们呢在那个华严经呢就有讲说这个闻思那个这个普贤他的那个法身呢这个跟虚空是一样一体的然后依真而住回国土不是呢住在有形有相的国土上面而是依真而住依照呢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住在这个佛性上面然后行持持来都是符合真理所以呢这个普贤呢当行然后离则真空呢无碍之理那个真空无碍之理就是文殊然后行则离相无尽之行已经呢离开形象所以度尽所有众生成佛没有一个众生是我度的他已经度所有众生很努力那个离相的很努力在度众生可是他呢没有那个住相的心
哦，所以那个行者呢离相呢无尽啊，这些哦很努力去做。那么观音呢，哦当大慈啊，哦四字啊当大智，那个观音哦就是观世间的音声行声啊救苦。哎，我们了解说哦，每一个呢都是观世音菩萨，哎，我们呢寻声救苦哦，所以呢这个观音呢当大慈。哦，这个慈啊就是娱乐给人家快乐哦，就叫慈。那我们呢都可以当呢观世音菩萨哦，就给人给众生快乐。那么四字啊哦当大智，那个四哦四字啊就是我们知道真理啊要用大的力道去实行啊，你有实际的去实行啊，你就是有智慧啊。啊，那哪能再不走，怎样不走都是无地位，地位无高哦。所以呢呢大四字啊哦四字啊当大智。那么维摩净明也哦，那个维摩诘啊，维摩诘居士啊，哎，他是施以净明哦，那个啊，这个净明也是呢维摩的哦另一个称号。那么净者啊性也哦，清净啊就是我们的佛性。那么明者啊相也哦，那个明啊就是形象，哎，所谓清净的佛性啊哦，它有形象呈现哦。性相啊不异哦，这个性跟相哦它不是不一样，因为有性才会现象哦，所以现象啊也有性在哦，所以呢明者就是相，性跟相哦没有不同，号为净明，哎，就叫做净明哦，维摩诘的哦那个名称哦。但会呢净明啊哦两次啊变得，只要我们哦知道呢这个净明哦，就会啊啊这个进入啊哦清净的佛性，然后呢形象啊哦也一样很清净哦，所以净明两个字呢，我们体会了就可以进入啊哦那个大道的本体了哦。净则啊本体哦，明则啊机用，哎，我们有本体的，有清净的佛性本体。然后从本体发挥出来的功能作用，就有哦那一些啊迹象，哦恒迹形象。那么从本哦从本体呢哦起迹用，哎从体起用，从我们佛性本体啊起来的哦那一些啊功能作用，从迹用啊归本体，我们又呢从我们的哦所有那个。功能作用啊又回归到佛性本体，然后体跟用啊不二，体用不二。所以、哦、我们了解说呢、哦、虽然文字讲出来、哦、比较不容易啊了解，可是假如说我们用比喻啊，说我们拿着、哦、钱啊去买东西，那个钱啊就是体啊，然后买东西就是用、啊、我们都有买过东西吗？哎，啊，有没有体会那个体用？我们要有钱啊，体呀、啊，啊，买东西用啊，啊，你只要说没有钱，就是没有体啦，对不对？啊，你没有体，说不定讲被人被卖你吧，哎，就不给你东西了，哦，所以我们有钱就是有体，然后去买东西就是有用，啊，体跟用是不是同时？哎，就是同时，体用同时。哎，我们用这样呢就容易了解说哦，我们有佛性本体，所以才有功能作用哦。啊，体跟用啊，他说同时的哦，同时存在哦，本机啊会修哦，就是呢佛性的本体跟他的呢那个作用哦，那个迹象哦会修啊，不是哦不同，是相同的哦。四大菩萨呢哦所表者啊哦人皆有之，哎，这个四大菩萨呢他所表现出来哦他所行持啊，我们所有的人都有哦，不离呀、啊、一心哦哦，这个我们要了解啊，这个四大菩萨所表现出来我们全部都有，不离开呢我们那个真心哦，悟知啊即是，我们领悟了就是了哦，我们领悟以后啊，我们就是大菩萨，也就是佛哦。那么今学道人啊，不向自心中悟
哦，乃于啊心外求。哎，这个啊，虚云禅师呢就讲说，现在的学道人呐、啊，不向自己的心中领悟，哦，佛呢在我们心中啦，我们都是佛，哦，啊，我们呢向心外啊去求，哦，着相取见，我们都住在形象，哦，然后呢啊，外面的景象，哦，我们都取，哎，都住了，住在景象，那么以道啊相违背。哦，以道就已经哦啊相违背了哦，那么这是一个一段。那么恒河沙则呢？佛说是沙哦，那个恒河的沙哦，这个呢啊，这个佛呢曾经啊就要这样问过，说恒河的沙，佛呢怎么说？哎，也一样呢，跟众生说啊是沙，哎，就表示哦无意说。没有说不同的啦，哦，是一样，哦。那么此沙，哦，知佛菩萨呢，哦，四梵之天呐、啊，哎，这个知佛菩萨，哦，那个四啊，就是啊，那个四体梵音呐、啊，哎，就是哦，忉利天，哦，就是呢三十三天呐、啊，哦，那个第四，哎，皇帝的帝，解释的释，哦，那个第四呢，哎，那个四体梵音。哦、就叫四，那幻呢就是色界的、哦、那个第三天大幻天、哦、知天四幻知天，所以我们了解、哦、这个四幻呢就是代表欲界的、哦、那个六欲天以及色界的十八天、哦、用呢四幻两个字、啊、把它、哦、代表出来、哦、说呢知佛菩萨四幻知天呢、哦、这个呢步履而过啊哦，杀意啊不喜，哦，不是杀哦，很高兴啊，被这一些哦有成就的这一些哈、哦、啊修持者走过了，哦，然后牛羊虫蚁呀、啊，哦，这个呢踏见而行呐、啊，杀意不怒，哦，那个杀呢他都不会哈、哦、喜欢讨厌呐、啊，哎，这个在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要学哈、哦，哎，那个八风吹不动。各位浅显八风知道吗？说说看。哎，对，嗔机回忆呀、啊，苦衰乐利，哦，八风。那我们吹动的吹不动，吹我们的时候动不动？我们都动，所以我们就要学哈、哦，那个八风吹不动。那、啊、为什么能够八风吹不动？就是、哦、我们对自己、啊、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啊、非常有把握，那么这一些呢、哦、嗔机回忆、啊、苦衰乐利都不关我们、哦、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事啦，所以、哦、不管是人家称赞的，不管是人家讽刺的嘲骂的、哎、都无关，是不是可以不动的？还可以啊，可见、哦、我们对自己、啊、信心都不够、哦、要培养、哦、对自己、啊、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啊、信心要够，那要够呢就要在日常生活之中、哦、只要有空闲的时间呢尽量利用、哦啊、不要去做一些、哦、无谓的、欸、没必要做的事情就别做、哦啊、把那时间都把空下来做，做什么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哦，这个可以自己呀、啊、主宰的，只要你做到哈、哦，有心得了以后啊，都快成就了，哦，啊，绝对不会后悔的，哦，不做才会后悔啊，哦，做了就不会后悔，所以哦，表示啊，那个沙，不管是好的坏的，把它踩过踏过，哎，它都不哦不喜不怒，哦，珍宝馨香呢，哦，沙亦不贪。哦，这个混腻啊，味臭啊，哦，杀意不二，哎，不管是加胖哎，加潮哎，哈、哦，哎，一弄哦，无分别心，哦，所以这个呢，是告诉我们，哦，修道啊，就是要哦，进入啊，真正的哎，哦，修道的轨道，哦，一进入了以后啊，我们在凡尘所有遭遇啊，都是小事了。那么此心哦，即无心之心呐、啊，哎，就是哦，我们要了解。哦，讲到这个心呢、啊，就是、哎、
候完成的根尘相对的心呢、啊，全部都没有了哦，那个呢哦就是真心了，真心就是无心哦，所以那个啊即心即佛、啊、就是在讲这个哦，这个心就已经是佛了，离一切相，所有相呢都离哦，因为它没有形象哦，所以也不住相，真心呢不会住哦，所以呢离一切相。众生之佛呢、哦、更无、啊、差殊，众生跟之佛没有差别、哦、没有这个殊异、啊、不一样的地方没有，但能无心、啊哦、便是究竟，我们只要呢、哦、根尘相对的心全部都去掉了，就已经到达究竟了，这样容不容易？怎么又不相应了？很容易的啦、哦哎，只要是根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对六尘色声香味触法产生的六事都不要，那个就叫无心的啦。哦，啊一无心了以后啊，真心就呈现。啊，这个真心呢，就是无心之心呐、啊，就是即心即佛的心呐、啊，就是佛了。所以这个已经呢，就是究竟。哦，但能无心呢，便是究竟。我们学道人呐、啊，哦，若不。哦，若不肯直下无心呐、啊，哦，这个累劫修行呐、啊，哦，终不成道。哦，累劫呢，就是非常长的时间呐、啊，累生累世啊，哎，就一直哦在修啊，都不会成道。为什么不成道？因为我们不肯把世心、生灭心忘掉，所以不会成道。啊，一定呢，哦，要成佛成道啊，要把世心、生灭心呢，哦，全部啊都放下。那么被三圣的功行啊积蓄哦，三圣啊，哎，这个下圣哦敲打念唱，然后中圣啊速流动静，然后上圣呢哦就是我们哦追求的这个心理心法哦，被这个三圣哦积蓄呀，替我们拔掉的呀、啊，哎，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修持呢都是一个过程，哎，过程有一些我们是需要的，可是过去了以后。只要我们、哦、已经到达、哦、目的了，那把那一些、哦、过程的、哦、那个工具、啊、全部都去掉，不用、哦、背在身上，所以我们不要背三圣的、哦、那个功行啊积蓄、哦、不得解脱，所以我们要解脱、哦、要自己努力，难正此心、啊哦、有除己，要证悟、哦、这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哦、有慢有快、哦、有稳滑一念变得无心者、哦、一稳滑然后呢、哦、就到达一念、哦、万念就变成一念、哦、一念不生，这个时候、啊、就可以、啊、进入、啊哦、那个呢真心了、哦、已经无心，有智呢实住实行、哦、实信十回向、哦、然后呢乃得、啊、无心、哎、就是我们一般、哦、那个正规的修持方法从呢那个信心、啊、实信开始、哦、信心有十个，然后呢进入、啊、实住、哦、实住以后进入实行，实行以后、啊、进入十回向、哎、这个四十个位阶啦，然后再进入四加行，然后再进入十地，然后等觉妙觉哦，五十五位啊成佛，哎，所以我们从凡夫啊哦到佛啊，总共有五十五个位阶、啊。各位前贤走到第几阶了？四十五了没有？还是已经走到五十五了？长短得无心、啊、即住、啊、更无可修、哦、不管我们是长我们是短，只要呢到达无心，无心、啊、就正确了、哦、到达无心的时候、啊哎、那再往前、啊、更无可修、哦、已经进入真心了，就没有法、哦、再可以让我们修，那么更无可证、啊哦、实无所得、哦、到达最后面、啊为什么没有所得？因为恢复到佛性的本来，我们本来已经都呈现的啦，所以最后就是无所得，无所得才是真正的已经成道成佛了。
那有所得就有所失啦，有得失哈、哦，还正在努力修的过程之中。哎啊，到达无所得了，就成就了。哦，真实啊，不虚哦，这个呢没有骗人的，实实在在，一面而得，以实地呢，哦，那个实地就是菩萨哦，而得者啊，功用啊，恰齐哦，一念就得到了。跟你修到、哦、那个第五十、哦、四位，五十四位啊，哎、佛有那个菩萨有十地啦、啊，哦，从呢哦那个四十五开始，哦到五十四啊，哎，那个都是菩萨的位阶，哦啊，所以呢一念而得，以十地而得啊，哦功用啊恰齐，刚好都一样。哎，所以哦，不管是早得是晚得，只要得了都对了，哦，啊，各位都得了没？是有啦，啊，得了，这个得了哦，可能还对他蛮有怀疑的啦，哦，都很确定，不肯哦，那个当下承担，哎，所以我们了解哦。哎，要自己呀、啊，对自己有信心，哦，不生不灭的佛性呢、啊，就在我们身上，哦，更无啊深浅，只是呢力觉呀、啊，往受呢，哦，那个心情，哦，长时间呢要受苦啊，哎，所以我们了解说，哦，在修持的过程里面呢、啊，哦，佛是不鼓励呀、啊，哎，修那个哦苦恨苦行啊。修苦行哦，不拢无果嘞。他说哦，对众生没有帮助了，对自己也没有帮助。可是有一些修持者哈、哦，以利用迄个苦行来磨练咱的心性。我们身体呀、啊，都是好逸恶劳，啊，咱吼、哦、用迄、那个吼、哦、修苦来把这个好逸恶劳迄个习性吼、哦，把它除掉了。这样了解意思吗？哦，唔是讲苦行也行道啦。释迦牟尼佛讲哦，伊讲那修苦行也成道哦，遐精神啊，遐野想哦，已经拢成道啊。这样听懂意思吗？哦，所以佛那样讲，或者听哦，哦，真道嘞吼，遐、哦、遐、那个精神啊，该遐野想啊，是不是拢咧修苦？啊，他们假如说真的吼、哦，修苦也成道，应拢成道啊。哦，所以我们就是不用朝着那个方向。只是我们哦，假如说自己啊，真的太哦好逸恶劳，拢没有辛苦享受，拢不爱受苦，手拢不懂三宝，那就不行了。各位在家里呀、啊，手有懂三宝啊无？就是要做啊！我们要知道哦，人能做啊，就是幸福啦。你那规工拢卖工过哦，做你叫点咧点点啊坐哦。真的是在受刑罚，那个刑罚，对不对？哎啊，所以咱得来了解讲，有事情做才是幸福，有工作做得来真欢喜啊，欢喜无？哦，还不错，哎，这个叫有相应哈、哦。造恶哦，这个造善呐、啊，哦，皆是啊着相，哎，我们在凡尘哈。哦、不管呢是造恶造善，全部呢都是着在形象。那么着相造恶啊，往受轮回。哦，我们着相了，造了很多坏事啊，一定要接受轮回那个果报。那么着相造善，哦，往受呢劳苦。哦，所以我们哦这个行善还有福报。各位浅浅，我们到凡尘来享受福报，好不好？不好啊。都不想吗？接受福报，有钱有社会地位，哪会不好？不好啊，好不好？这个还蛮坚定的，不好。为什么不好呢？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一接受、哦、那个福报，心里面、啊、内心的深处，难免都会骄傲，难免都会、啊哦、自觉的高人一等。这个就是哦最大的毛病所在、啊、而且是不知不觉自然呈现啊，因为有哦自大高傲，所以哦造下来的业、啊、
可是蛮大蛮多啊，所以哦，只要福报一享完了，哦，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福报啊，哦，种的都不很多啦，不像那个以往修持者啊，他可以啊，哦，用生命来布施，那个福报才真的叫大。可是我们都没有啊，只有身外物哦布施而已啊，所以那个福报都有限的。那有限的福报，我们又哦培养那个骄傲自大。那往后哦，福报一享尽了，哦，我们就落入啊三恶道，很可怜呐、啊。所以佛哦啊，鼓励我们修持者啊，就是不要进入三界，哦，不要享受、啊、哦福报，要呢生子得本，让所有的善都变成我们的德根本。而、我们有德本啊。才可以利益众生、哦、才可以降服众生，众生所看的就是我们所表现出来的德，不在我们、哦、身份地位、啊、嘿，只要你有德，德众就鬼神亲、啊、鬼神都很钦佩这个有德者，嘿，所以我们了解、哦、培养德是重要、哦、它是从道呢直发，从佛性本体、啊、直接生发，哎呀、啊，所以我们哦，所种的就是要殊胜因缘，哦，众生的善因缘都不足啊，所以遇到呢上圣佛法机会就不多了。那善因缘足啊，哦，我们才可以听到上圣佛法。上圣佛法一听到以后，又要我们的善哦能够有根，善根成熟，哎，我们才可以去实行实践，实行实践呢才能够成就。成就了以后啊，可以哦无量无边啊利益众生，哦，这个才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啊。哎啊，所以我们了解说，既然我们有缘哦，能够知道啊最上圣佛法，哦，能够明心见性，能够研究啊性理心法，那个就是很不容易的哦，可以回归呢到我们原来哦，有一些说哦我已经回归本位了。可是我们要知道、哦、那个本位啊，我们所讲的本位是我们还没有落入凡尘之前的本位，不是说已经在六道轮回之中的位了、哦、六道轮回之中的位太多了啦、哦、我们也曾经做过什么曾经做过什么，你去归还那个、啊、那个都是、哦、不究竟。那我们真的回到本位以后、啊、那个就是已经、哦、可以啊游戏神通、哦、那个才叫真正的我们追求、啊、要有这个心、啊啊、要有这个心，我们就是、哦、不要空口说白话，说了就做，做了就会呈现功效，功效呈现了我们自己、啊、能够受到利益，又可以利益众生，这个才是实际、啊哦、所以我们就是要努力、哦、各位就可以想象啊，九个月之前、啊、跟九个月以后的现在一不一样，心是不是都不一样了？我们心力变化，心态变化，我们形象变化，环境变化，整个都变化，有没有啊？没有的话就要努力哦，就表示你做得不够哦。这个大家都在看着你呢，哦，也在研究心理情况呢，啊，看安那，啊，你只要说做的都让人不欣赏。人家会学吗？不学啊、欸、那个价值就 不呈现了。那你能够、哦欸、学了以后实际做，那你做了以后整个都不同、哦、那个处事待人、啊、整个不一样，人家会很欣赏、欸哦、很欣赏的时候你度他容不容易？就很容易了、哦、你就可以跟他讲，我带你来成仙做佛，不要在凡尘受苦，会不会啊？哇，会的，这么小这样你要试一下。不能牵令圣华 哦，自己好啊，就自己这样点点啊走不行，我们中国人的毛病都是这样哦，暗度哦，坑薄啦，都怕人会比人家高，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哦、一定的、哦、自己啊、哦、先 啊这个超脱的哦，这个所有的生灭现象，
然后也引导呢所有我们亲朋好友、哦、他也都呢一样跟我们一样可以进入、啊哦、活菩萨的领域。所以呢着相、哦、造善一样呢往受、啊、劳苦、哦、在凡尘、哦、或许都讲有一些是很无奈的啦，人家三顿要带人家，人家困要带人困，人家起来要带人起来，对不对？要不要？要不要啊？要、哎、我们可以都跟人都不一样嘛、哎、人家会讲话对不对、哎、会说那个怪的、哦、所以我们呢要了解说、哦、落入凡尘、啊、既然有形象、哎、就是劳苦、啊哦、凡尘劳劳碌碌都是劳苦、哦、总不如言下呢自认取、啊、本法、哎、就是我们、哦、把啊、所有的生灭的心、啊、全部都去掉、哦、就进入呢不生不灭的真心、哦、此法即心，心外呢无法、哎、就是我们真心，真心以外、啊、都没有法，我们心外去起法就叫外道，道之外、哦、就不行了。那么此心即法、哦、法内无心、啊哦、心自无心，亦无无心者。哎、所以我们了解说、哦、我们先得了解那个状态、哦、真心是我们要有一个方向目标、啊、我们到达以后、啊、就连这个也要去掉，也不能住下、哦、全部都不住了、哦、连这个、哦、心真心我们也不住在心上了，那就进入绝对的、哦、真理世界、哦、那个就是正确的。所以法内无心、啊哦、心自无心、啊哎、他没有、哦哎、那个、哦、自己、啊、说我是心、哦、我是真心，没有，也没有说、哦、我是无心者、哦、也没有、哦、所有两边的都去掉了、哦、将心、啊、无心，心即、啊、成有、哎、我们、哦、把那个心、哦、这个就是，那这样又住相，住相又不对了、哦、所以呢这个将心、啊、无心，心就变成有了、哦、结啊，诸思虑呀、啊，哦，默契而已。我们把所有的思虑、哦，思想、考量、思量，全部呢都去掉，哦，然后默契呀、啊，哎，点点啊，然后契入，哦，契入真理，哦，故曰呢，言语道断了，心行处灭，哎，就是言语，我们讲出来呢，哦，那个都已经哈、哦、有一点偏离的了，可是哈、哦、没有讲又不了解。所以我们勉强借着语言来说，哦，他言语道断，哎，已经都不能说了，那就进入妙，哦，进入妙的状态，语言就不能说了。然后心行处昧啊，我们心呢，哦，在一念接一念，那个叫心行。各位有没有在心行啊？心里面一个念接一个念，哦，心在行啦。一念接一念，一念接一念、哦、那个叫心行。那么心行的地方所在叫心行除灭、哦、这个让呢我们那个一念接一念、啊、全部都消失。那么此心呢是本源、哦、清净佛、哦、所以我们这个真心、啊、就是本源清净佛，人皆有之、啊哦、每一个人都有哦，蠢动呢，畜生与知佛菩萨哦一体呀、啊、无异哦，只要那个蠢动啊，哦那个畜生呐、啊，哦他也一样有哦有呢这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啊因为他呢所做的不好，在凡尘呐、啊、做坏事，所以他呈现呐、啊、哦那个畜他、啊、那个畜生的身体哦那个身体呀、啊、外哦外表的形象也就变畜生出来。是那个样子的、欸、所以我们在凡尘要了解、哦、因果很厉害的、哦、我们呢这个最好都不要、哦、去夹那个、哦、众生的那个肉、哦欸、因为我们吃它的、哦哦、这个吃它八两要还半斤、啊欸、绝对走、哦、不去的、哦、没那个说、哦、这样甘愿给你吃的都不甘愿，所以我们就不要跟他绝缘、哦啊、所以、哦、这个很重要。那么职位啊，妄想分别、哦、造种种业、哎、我们都妄想，我们在凡尘、哦、根尘相对、啊、产生的都是妄想、
哎啊，所以我们哦不要用那个哦妄想的心啊，也不要有分别哦，我们分别心啊都很浓厚啊，从形象产生啊，从形象呢产生分别哦。各位有没有分别心？哎，不但有的还很强烈啊，对不对？哎，看到这个哦，有钱有社会地位啊，我们都想攀岩，想得到好处啊。哦，假如说看到那个哦，浑身都脏兮兮的哦，街民流浪汉，我们就避之唯恐不及呀、啊。有没有分别心？哎，都有哦。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哦，他的哦那个遭遇啊，哦，全身脏兮兮，街民流浪汉，就是他呢哦都不行善啊，所以哦那个遭遇啊就很坎坷。佛性是一样的啦。可是它的呈现的现象就是让人瞧不起哦啊，那个呢有钱人有身份地位啊，也就是他在累世之中呢也都有在行善，然后做的都很正规正矩哦，所以呈现的呢也就让人也会仰慕哦，就会喜欢，那个是他的果报。所以不管是街民，不管是哦他身份地位高，都是果报。那我们要了解佛性都是一样，果报不同。那只要他果报哦一接受完了哦，一回到原来哦，佛跟众生都一样，没有不同哦，都一样。所以我们要有那个内心深处的平等心哦，当然我们表现出来会有不一样啦哦，那个不是从内心分别的，而是自然呈现的。那自然呈现呢就让那些自然哦，不用强哦，去年把他呢，哦，这个讲说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哎，那样会束缚啊，我们会束缚自己，哎，所以呢，哦，我们在凡尘啊，哦，重点呢、啊、就是不要哎，哦，那个妄想，不要那个根尘相对的心呐、啊、强烈，哦，因为强烈了以后啊，会造种种业，哦，那么果本佛上实无一物啊，哎，我们成就了有佛的果位啊。哎，那个在本佛哦，佛本啊、哦，那个果本佛佛位的上面啊，实在呢是无一物啊，哦，什么东西都没有哦，是全部呢都是真空哦，虚通呢即见啊，哦，我们要了解我们呢是虚通即见哦，一到呢佛性本体以后啊，哎，就是这个状态，虚通即见哦，明妙安乐。哎，明光明啊，哦，啊又很哦，这个奥妙安乐，哦，就是常乐我净，哦，明妙安乐而已。那么身智啊，哦，悟认，我们要自己呀、啊，深深的自己来领悟，然后呢，认识、认知呢，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哦，直下便是，哦，就是当下，哎，我们呢就要活在当下，当下就已经是了。哦，不用再找时间，不用再找空间，当下全部都是哦，都是我们的真心佛性圆满具足，我们都呢哦跟佛一样圆满具足，那么更无所欠，哎，我们都哦没有这个缺欠，众呢三哦称起劫呀、啊，精进修行哦，立之地呀、啊、哦立之地位哦，就是五十五个位阶啊，我们都经过哦。那么即一念呢证实啊，只证呢哦原来是佛哦，证悟的时候啊，就是证悟我们本来是佛哦，所以过程不同啊，结果是一样，哎，所以我们一念证悟啊，跟经历五十五个位阶证悟啊是一样的，哎，那我们哦哎两方面都修持啊，要哦自己呀、啊、哎能够领悟啊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哦，这个叫一念证悟，一念已经悟了。然后我们哦就想哦，又经历啊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四加行、实地哦等觉到佛，那也可以哦，都没有违背的。哎，就是要经过一些哦，哎，我们自找的苦啊来吃哦，嚼苦哦，加不爱掉那些哦六道轮回的习性啊。这个不爱掉，啊，不爱实现哦，深根蒂固，坚强，哦。那么向上呢，根不天得一物啊，
我们证悟了自己是佛以后，在网上呢，更不添得一物啊，无物件搁改增加起去。那么却观历劫呀、功用，总是呢梦中妄为，我们来观察，这所修持的过程啊，总会觉得是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做梦，在梦之中啊，那一些行为啊。当我们醒过来的时候啊，就会知道说啊，原来都是假的。所以我们哦，各位天贤，我们晚上哦是躺着睡觉做梦，白天哦是站着做梦。我们这个站着做梦哦比较久，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会醒过来啊？等到我们一口气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这个站着做梦就结束了，然后就醒过来了啊，原来都是假的。一口气不来才会知道说原来都是假的。可是我们站着的时候很会计较，计不计较啊？没在讲亏的哦，对不对？像不像做梦？所以人生如梦，像不像梦？都是假的，不真。我们都把它当成真了，这样算是很聪明的，还是很笨？我们承认吗？我们承认自己很笨吗？大概都不承认了我们都会认为自己很聪明。所以要知道，聪明啊才会被聪明误啊。我们假如说自己会这个努力的追求自己的归宿，我就是唯求做佛不求一物，那个才叫真的是人生的方向很确定的，很真正的真正的在努力生活的。生活之中呢，全部啊，都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呈现。最理想的一生呢，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我们在凡尘呢，一切啊都是虚幻的，不实在。故呢，如来云呐、我以这个阿耨菩提呀、实无所得。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就讲过。在呢，阿耨菩提啊，就是无上的正等正觉，实无所得啊，实在是没有所得，因为有所得啊，那个佛就不以我受记啊，你有所得心呐、就是还在生灭，那无所得啊，就已经没有了，没有生灭了，所以没有生灭啊，那个仙佛就给佛佛啊受记，说你可以做佛，然后呢，这个来的时候啊，是一个什么名号？名号都是假的啦。所以体悟到呢，无所得的时候才是成就。若妄有所得啊，燃灯佛即不以我受记。假如说呢，这个有所得，因为释迦牟尼佛自己本身有讲，说他修正道啊，已经到达那个佛的状态，可是心里面啊。就是一直想，他就是利用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来修，所以就把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记得，一直记得说是这个法让我成就了，因为这个观念在，那个佛都不给他受记，所以他经过很久的菩萨道，那个在大藏经啊有记载，他经过很久。怎么那我已经都修到忽然那里都没人要给我认可，没人给我受记，就是因为它存在，我修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修这个法，然后我成就了，这样懂意思吗？就是那个百尺竿头那个更进一步它放不掉，后来到达燃灯佛的时候，那个时候它才放掉，把那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放掉，一放掉以后，燃灯佛即以我受记，如来世当得作佛，
号释迦牟尼，所以在《金刚经》有记载。哦啊，他之前呢，那个有哦所得心的时候啊，《金刚经》是没有说了。可是在，在假如说我们有看《大藏经》哦，哎，那里面会有记载。哦，释迦牟尼佛本身有讲，说他修菩萨道修了很久，都没有哦受记，没有印可。那个时候他也会觉得说。哦，为什么我已经都修到这个程度，为什么没有一位佛哦帮我受记，帮我印可？原来就是他心中有所得心呐。所以这个哈、哦、无所得归无所得很重要。哎，因为有所得心哦，就是有法执。我们哦修啊，就是要去掉我执，还有去掉法执哦，要去掉。那有法执有我执啊，就不成就了。哎，所以我们了解哦，这个妄有所得啊，哦，燃灯佛就不宜有受记，哦，不像我们现在哦，这个不管有什么心呐、啊，只要带来求道都点到了，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很幸运呐、啊？哎，所以来得早哦，不如来得巧，我们来得很巧，刚好哦，大开普渡。那知道了哦，我们知道这个殊胜啊，哦，这么不容易呀、啊，那就是要努力把握。赶快修、哦、把脾气毛病、啊、都去掉、哦、恢复到佛性的光明。佛性里面、啊、有没有脾气毛病、啊、我们现在有没有、啊、为什么跑脾气毛病出来、哎、我们都没有研究它为什么会跑出来、哦、就是我们住相，我们住相以后、啊迷哦、那个毛病脾气、啊、才呈现。那假如说知道形象都是假的，哎，就很容易去掉，哦，去掉了脾气毛病。那我们哈、哦、在生活之中就把这一些、啊、脾气毛病、佛性没有的东西呀、啊、都去掉，哦，不要它。那佛性有的东西让它回来，它有慈悲喜舍，哦，它有常乐我见，我们都让它回来，哎，都很光明，哦，这样会不会啊？有较沉重哈、哦，子云哦，这个四法平等，无有高下，哎，所以我们了解哦，这个四法平等，无有高下哦，记载呢在《金刚经》里面哦，就是呢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这个法平等，它没有高下啊，这个法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哦啊、佛性本体、啊、没有高下、哦、不管他、遭遇、啊、是好是坏、哦、身份是高是低、啊、全部呢都是平等、哦、没有高下。是名、哦、菩提、哦、一个假名、啊、是菩提。那么即此、哦、本源清净心、啊、以众生知佛世界三合有相无相、啊哦、遍十方界、啊、一切平等。哎，所以我们了解说、哦、我们那个本源清净心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哦、跟众生跟知佛跟世界跟三河大地、啊哦、跟有相无相跟遍十方界、啊、一切都平等，全部呢都是平等、哦 无比、啊、无我、哦、无比我相，就是没有你有他。哎，所以我们了解、哦、这个都蛮重要的。哦，此本源清净心呢，常自啊严明哦遍照，哎，那个哦，我们那个本源啊清净心，就是不生不灭的哦那个佛性本体呀、啊，哦常自严明，他自己本来呢就严明，哦啊又啊遍照，哦遍照啊整个哦啊所有三河大地。哎，所以我们哦，从那个张卓秀才悟道记呀、啊，哎，就有讲到这方面的事。世人哦不悟啊，只认呢见闻皆知啊为心，哦，我们凡人呢都不领悟啊，哦，只认为我们呢见闻皆知，就是日常生活里面的哦那个六根所用的见闻皆知啊，把它当成是我们的心。哦，被见闻皆知啊，哦，所覆已经呢被他覆盖了，哎，所以哦，我们呢就了解到说，哦，只要妄心呐、啊、在当家，哦，在当权，伊伫咧做主啊，
那我们的真心呢、啊，都已经不见了，哦，它不会出来了。真心修养很好，哦，它都不会增，哦，所以啊，只要我们的哦六根啊，哎，跟我们的真心在相争的时候啊，哎，真心都不见了，哎，它都退位啊，让我们的六根呢，哦，去当家。啊，只要我们六根当家呢，我们就哦产生喜欢讨厌。啊，喜欢讨厌就取舍，有取舍啊，就造业，造了业就要受苦。安尼想较巧，想戆吼。可是我们呢，会认为说六根哦，它会增前病啊，所以它一直要吼、哦、一点点委屈，它就抗议。我们现在社会现象不是这样吗？哎，这个昂波啊。下下鸡哥啊压出来抗议，有没有？哎，所以那个对我们修道来讲是负面的示范。哦，止观意识越强，修道就越困难。哦，所以我们不要被我们那个止观意识陷害，他害我们了、啊，害得很惨。哦，六道轮回这么久了，他还不放过。那我们要认识，哦，认识说。你这个止观意识啊，就是从根尘相对来，啊，我把根尘相对的哈、哦，哎，这个认知啊，透彻的告示哦，我们这个六根，让六根呢自己啊降服，一降服了以后啊，哎，我们佛性就呈现了，啊，佛性呈现了就不会造业，不造了业就不用受苦，哎，解脱了。哎，所以我们哦受苦啊，是我们自己做的，自己造来的，哦，所以不要呢被那个见闻觉知啊护感哦守护，所以啊不睹啊精明本体，哦，那个睹就是看见了，哦，因为被见闻觉知覆盖了，所以就没有看见了、啊、我们那个精明本体，精明本体哦不生不灭的佛性啊，那个就是精明本体。但呢，直相哦，无心，就是把那个哦根尘相对的生灭的心呐、啊，认识的心呐、啊，都让它呢哦没有了哦，这个本体呀、啊、自现哦，所以只要我们哦生灭的心都降服，我们的本体呀、啊、自然呢哦就呈现如大如人，好像呢太阳哦在天空一照一样哦，生于虚空呢。遍照哦，十方呢更无哦障隔啊，哦太阳一照了，哦整个大地啊都光明，哦都不会有那个障碍哦那个隔离，故学道人唯认呢见闻觉知啊，哦这个唯动作空缺呢，哦这个见闻觉知即呀、啊、哦心入觉，哎所以哦一些呢啊那个修道学道的人啊。他只有认为啊，那个见闻觉知啊，哦为动作，就是说见闻觉知哦，他把它当成啊真心呐、啊，哦，所以最大的毛病所在就是在家，不知道呢那个见闻觉知是生灭的，哦，不知道见闻觉知是变化无常，哦，所以他认为啊，哦啊是正确的，哦，他所要去啊抓住的，要把握的。哦，假如说把见闻觉知空缺，就是把它去掉的话，我安尼外心的转了，无心嘛了，哦，就截入了，哦，无入处啊，就是没有进入的地方所在。但你呢，哦，见闻觉知处啊，哦，认，哦，这个本心，这个就是错认了，把那个哦，那个世心呐、啊、妄心呢，当成真心的，所以这个是最可怜。可是我们凡尘呢，哦，十之八九啊，都这样，都认为生活上的心啊，就是我们要追求的。我们也可以哦去体会啦，那个男女哦，那个恋爱，那个年结婚年龄一到了哦，不是有这个恋爱的年龄嘛？有没有？我们大概都有经过了吗？哦，啊，当那个时候呈现，哦，那个安尼相亲还是用家己找，
哦，自己呀、啊、有没有那个起心动念？哎，这个大概不好意思说了哦，都会有啊哈、哦，一点家里讲啊，这里、个、我改，这里、个、我不改，哦，都会有啊。他、啊、那个时候的心呐、啊，各用什么心？一定是见闻觉知嘛，对不对？那个时候是不是把见闻觉知啊当成我们真心？所以哦，一谈恋爱以后啊，哦，那个是，哎，孩子也搭九桃也挪，对不对？很厉害的呢，哦，为他生为他死都甘愿，哦，是真的还是假的？在那一种状态之下，你说他是假的，哦，那心都假，他绝对不承认的，哦，绝对是真的。可是哦，时过境迁呐，这个时间一经过，环境改变，哦，那个背景改变了，爱情会不会改变？它为什么会改变？就表示这个哈、哦、无常变化，对不对？哎，是死与生灭的，哦，很爱的时候生出来的，不爱的时候灭，是不是生灭？哎，可是哦，我们当下那个时候啊，哦，把它认为真，哦，很真，所以哦，是被他害的呢，还是被他砍醒？啊，各位前贤。我们回顾啊，我们一路走过来到现在的时候啊，我们结了婚哈、哦，生了孩子，是被他砍醒还是被他害的？啊，弄害了哦，啊，安尼表示婚姻生活都不圆满，不行哦，要哦，我们老先生强调哦，我们要修天道哦，人道要取前，哦，所以啊，在凡尘的。哦，我们凡尘的事啊，要处理得圆满，这样才没有亏欠、啊。哦，人道要圆满，哦，天道才可以达。哎，所以哦，心里面啊，或许听各位都很不甘愿。这个哦不容易哦，人家都讲哦，那个哦，累世拢烧好香哦，即世才会结做夫妻哦。哦，所以要互相疼惜，哦，互相照顾，哦，年岁大了，越来就越哦需要啊，哦，互相的依赖，会不会做啊？哦，还真不敢完成。这么平常的事，这么应该做的事，都不甘愿去做了。你还会度众生啊？哦，那个众生跟你没关系，你都还会想去度。亲人跟你那么亲切，在生活一起，你怎么都不哦用一点心呢？哎，你要使家人都很感性感念，不要哦说一口气不来的时候去买鞭炮回来放。哦，那就不好了。哎，所以我们哦，就是要知道说，哦，家庭一定要和乐，哦，要互相啊，哦，帮助，哦，互相照顾，那个才是正确的。我们学不是要学这样吗？还是要学时常在家里吵骂？哦，那个吵架那个对骂都不对的，可是好像我们做得很习惯呢。有缘呢才能相处，哦，要结个善缘，哦，最起码就不要结恶缘，哦，所以我们就是，哦，自己的心呐、啊，哦，要改变，所以不要把我们日常的哦那个妄心呐、啊，把它认为啊是我们的本心，这样你拿那个心来修道，哦，修不成道，但本心呐、啊，哦，不属于啊见闻哦觉知。我们那个、哦、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呢、哦、它不属于、啊哦、见闻觉知，可是呢亦不离、啊、见闻觉知、哦、因为它是属于、啊、佛性的功能作用、哦、所以也不离开见闻觉知，
但莫以啊见闻觉之上取见解，我们就是不要哈、哦、在见闻觉之上面哈、哦，然后升起呀、啊、我们的见解，哦，那个才是哈、哦、错误的地方所在。哦，莫以见闻觉之上呢动念，哦，所以呢，或许就把那一个小刮胡啊，说最关键哈、哦、的地方呢，就是哈、哦、见闻觉之上动念。哦，就是妄上又加妄，哦，见闻觉知已经是妄，然后我们在妄的上面呢、啊、动念，哦，又加妄，哦，那个真的掏未开呀、啊，迄感哦，拢怕他掏未开，哦，意莫呢离见闻觉知啊密心，哎，就是不要离开呢我们见闻觉知，不要离开佛性的功能作用啊来找真心。所以哦，又一个小花我说由不变之体呀、啊、所花，哦，那个见闻觉知啊，就是我们的不变之体所生花的，你知道吗？因为有不变之体呀、啊，才有见闻觉知啊。啊，见闻觉知是功能作用，啊，不要把功能作用当成本体。哎，我们众生都会把功能作用哦当成本体。所以或许就会讲说、哦、我们拿钱去买东西、啊、那个用是不是只有一次、啊、你现在、哦、拿去买钱就去用收起来对吧、啊、你现在空空的时候你去店说来我给你买、啊、你要用什么去给买是不是没了不过再抢来钱再抢来不给你买哪有那样的、哦、所以用只有一次提、啊啊、它是永远在哦，虽然不在你身上，可是在别人身上，体还在。哦，它怎么流转，有没有流转，体都在。啊，有这个体呀、啊，它就有用。那我们要了解说，在体在我们身上，我们去用的时候，用只有一次啊，不能把那个用当成体。哦，我们众生都会误认，哦，都是那个用，哎，把那个用当成体，错在这里呀、啊。哎，那我们知道说哦，原来啊，哦，那个要摄收摄、啊，又把那个收用的哈、哦、那个功能作用又收摄回来，在佛性本体，要这样才可以摄用归体。我们切的哈、哦、就是这个功夫了，哦，就是没有摄用归体。哎，然后我们就想在用的哈、哦、那个上面做功夫了，哦，所以我们了解说凡尘啊，有很多事啊。哦，都是有一些都是哦，已经呢，大家用得很习惯，把那个佛性的功能作用当成本体呀、啊，已经当得很习惯。那、啊、大家安尼我嘛这样安尼，所以哦，我们要知道哦，大家若要为地府去哦，咱唔当去，要不要跟？不要哦，哎，对，所以自己要有主张。讲我无爱去，我已经去了伤久啊，吼、哦，迄去爱受苦。我不去了，哦，第一我不去了，去不去啊？我们不要造业去，哦，我们要去的时候发愿，哦，要度化呢那个地狱的那一些鬼魂，哈、哦，度他们成佛啊，那个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那个是不一样的哦，是发愿去、啊。那我们哦，在凡尘造罪，然后被业推到地狱，那个是去受苦的，哦，是本身要去受苦的，哎，然后我们发愿去的时候啊，虽然去的地方是地狱，可是我们不哦不受苦，因为没有造业，没有造业就不会有苦让我们去接受，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啊，是要度化他们，啊，因为地狱的众生正在受苦，所以容易欠化。哦，迄、那个受苦你该啃哦，好啦好啦，我出去卖做卖啦，哎，不然你看现在那个诈骗集团，哦，那么盛行啊，他都想到地狱去了。这个时候你跟他讲说不要去了，他会听吗？他会说哦，我拢唔免去努力哦，拢有钱人用，嚯、哦，一个提拢几啦十万、几啦百万，不是很好吗？他、啊、不知道说那个要到地狱去啊，等到他已经去地狱的时候哦，我们才去跟他讲，
跟你说、那个都不能够骗你，就跟他买、你现在就要受苦了。那个时候叫容易钱，容不容易？他在受苦的时候容不容易去跟他欠他改变了、我们都还没有发心要去了，所以都不知道。我们就是要了解、那个因果是定理，绝对的道理、不要说我没看见就不相信、那个都很厉害的、因果是绝对的。不相信因果、因为有一些、比较那个先进、他说、研究因果已经落伍了，不合潮流，不合时尚。我说、是真的这样吗？那你就可以连呼吸都不用、因为为什么要呼吸？要生活、要使生命能够活下来，所以要呼吸、你不相信因果，那也不要吃饭。为什么？因为吃饭就是要维系生命嘛，是不是因果、所以你也不爱相信因果，你出来都、都去讲人、知道意思吗？就是你的那个恶灵都走去查，用白灵来看人，这样会怎样？会去用对的，会不会？绝对会哦。人如果无缘无故去给你认，绝对给你对。有的甚至用那个刀子给你插回巴肚里。所以我们了解因果是绝对的道理，一定要相信。那相信因果了以后，我们就绝对不会做坏事。所以空老夫子就讲、我们那个慎终追远，明德归后。空老夫子在讲因果，我们很谨慎啊，他的结果，每一件事情都有结果，我们很谨慎追，追到结果，哪一个人敢做坏事？都不敢的。明德啊，人民的那个行为啊，自然就很淳厚，很淳朴。结果空老夫子一讲，我们才拿来用一天，要我们365天都用，我们只有用一天了，清明。我们慎终追远，是不是到坟墓去拜拜？是不是只有用一天？空老夫子很感叹，我是讲365天，你哪敢要用一天呀？很无奈。